的币。鉴于最近上新的新剧没几个，所以我只能先做些盘点，缓解一下大家的压力。就比如说今天要做的影视剧《迷惑行为》，排名不分前后，上榜各凭本事。Come on， 第七名《半妖轻生》，你的傻屌。剧情是这样的，反派女二呢派人去女一家抓男二，把他堵在家里边。本来此时男二也不在女一的家里，这个时候女一的操作是把门给关上，然后打开了窗户，千里传音把男二叫来了，说：刘彤，你终于出现了，你快走，有人要抓你啊。如果此时刘彤要念一句诗词来表达一下内心的感受，应该是我来与不来你都在这里，又杀又屌。我怀疑这个编剧跟来人呐都给朕退下那个是一个人啊，没有丰富的生活经验，他是不可能编出这么有想象力的剧情。你快走吧，我老公要回来了。哎，你快回来，他加班了。哎，你快走吧，我看错点了。哎，你快回来，他车爆胎了。哎，你快走吧，他打车了。哎，你快回来，他去买菜了。哎，你快走吧，他又嫌麻烦点的外卖。哎，你快回来，他打麻将去了。哎，你快走吧，他要在家打。哎，你快回来，他三缺一。哎，你快走吧，他找好人了。哎，你咋不走呢？他三缺一找的人是我。第六名，双世宠妃夹心饼干。两个男人为一个女人争风吃醋，那说明这个女人非常有魅力。但是杀人行必有一灯泡，择其秀者而从之，其不秀者而攻之。中心思想一句话，我全都要。你看这个妹子被男二拥抱在怀里边，满脸的幸福，男一怒气冲冲的从后面直插上来，给了女主一句热吻啊。此时我们用 Let me 的微表情来分析一下女主此时的内心感受。当她看到男主出现的那一刹那，她的眉毛微微皱起，感觉自己的二人时光被打破了。男主头向前伸的那时候，他有3到5秒的反应时间，虽然表情看起来是抗拒的，但是他并没有动，刚才紧闭的嘴唇现在微微的张开，头部还不自觉的抬起来迎合男主的角度。亲上之后他也没有立即分开，整整亲了3秒才感觉是气急败坏的分开了。饼干还是夹心的好，妹子还是别人的香。第五名，刘家媳妇雌雄同体。故事是这样展开的，我们女主啊呕吐难受，胃不得劲儿，去医院检查，医说了情况，挂号的建议她去妇科，然后妇科检查结果一出来，医生告诉她怀孕了，但其实她之前根本就没有啪啪啪过。这个时候她家里人就去找男主让负责，男主也没有和她啪啪哈过啊，竟然无言以对。不是你俩啪没啪过你俩不知道吗？你们但凡上过小学啊，学个生理课也不能这样吧，是不是？没啪你还能怀孕？你雌雄同体呀，精神交融，拍聊斋呢，梦中怀孕。哎，这就算了，本来男主是要和他女朋友结婚的，让他家这么一闹直接整黄了，后来再去医院一查，发现其实不是怀孕，竟然是胃癌。那么之前那家医院是怎么查出来怀孕的呢？啊，还问保胎的事儿，啥仪器也能把肿瘤看成婴儿，是不是在那玩呢？第四名，西门无恨，妙龄阿姨。有句话说得好，西门之后再无阿姨。在这段剧情里边，阿姨把一个迷茫的少女演出了不一样的风采，在那嘈杂的打斗中她还有时间幻想。船炸了，我飞了，飞得好高好高啊。啊，在这段表演中我看到了一位老艺术家对自己的表演的严格要求，以高龄的年纪摆出超高的难度拒绝替身，实在让人敬佩。但其实这个片段不是让我最迷惑的，我迷惑的是我为了查这个片段，我竟然进入了阿姨的贴吧，在贴吧里我竟然找到了阿姨的原声歌声啊。天亮了，亮尽了天火，地老了，人间的沧桑啊，太美妙了。还有他在拍摄西门无恨时他与众位男星之间的合影，还有当年的采访，用阿姨的话说，当年这些男明星来参演完全是因为他的个人魅力与友情。但是我不信，最迷惑的是他们竟然给阿姨还做了无数个人风格强烈的短片。后来我才发现，我迷惑的不是一个阿姨为什么能演少女，我迷惑的是有钱究竟还可以做些什么。第三名，黑糖玛奇朵，一拳超人。最近有句话很火，大人实在变了。我想说，孩子你还年轻，我们在青春的时候就遭受过偶像剧的洗礼，什么场面没见过。就拿黑糖玛奇朵这段来说，这位少侠很装犊子，对旁边这位姐妹说，我告诉你，我从来不打女人，要不然你呀啊。
那么每次呢，我做这种盘点，其实都是对牛顿老爷子最大的伤害。你们都说他是火化的，殊不知他骨灰盒都震动了。这老妹儿一拳下去，能让他知道为什么地球是圆的。他这个空中停顿，让我知道为什么老头地铁看手机要这样的表情。第二名，旋风少女铁臂阿童木。你是一位霸道总裁，有一天你开着跑车在路上，以80迈的速度啊，在前面缓慢的前行。这个时候你看到一个妹子过马路的时候看书，你会怎么做？你停车，你按喇叭，你回头骂人家不长眼睛看路啊。所以你成为不了霸道总裁，错过了一段好姻缘。你看看人家是怎么撩妹的。首先他一手开车，一只手伸出了车外，瞄准了妹子的小腰，在0.05秒的一刹那搂住老妹儿，把老妹儿搂上车，在老妹儿还没有吐出鲜血的时候，温柔地对着她说，我救了你，你不该谢谢我吗？谢谢啊，你看看，谢谢同学。如果你还年轻，正好有跑车，正好看了这个剧，答应我，你不要学，因为你不是铁臂阿童。第一名，那一年我依然不知道神剧的名字。是的，我没有找到这部神剧的名字，只是在网上看到了这个画面啊。网友看过之后都纷纷的评论说，这个操作应该是延迟造成。那么我们发散一下思维，这张图其实它还有别的意思，比如它想表达的其实是，哎。哎，又或者说，哎，你感动吗？你不感动，动就是倒地。所以我们要透过现象看本质。鉴于本片也没有找到资源，所以我就当它是慢放了。你看这几个没有三连的有多惨。那么感谢大宝贝们收看本期节目，我们下期见。